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脊骨神经科院心马医生。咁今日同大家讲解一下 iTrack 呢部机器啦。而家好多都市人咧都会有颈筋膊痛嘅问题嘅。咁其实佢哋系经常性低头族咁样使用手机啊，或者用电脑啊，成日都乌前咗咁样。咁其实对佢哋嘅脊椎压力好大嘅，亦都会有脊椎向前倾嘅问题。咁试谂下啦，你就好似成日都有一个四五岁嘅小朋友坐住喺你个膊头啊，喺个颈上面咁大压力嘅。patient 咧经常性会有呢个痛症啦。手腳麻痹啊，或者頭痛、頭暈啊等等，亦都會久而久之摩擦咧，得多就會產生骨刺啊、椎間盤突出咁樣。當個 patient 坐咗喺度嘅時候咧，咁你用呢一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拉翻佢條頸，增加翻佢應有嘅弧度咧，咁佢就會令到骨與骨之間比較平衡一啲，受嘅壓力唔會咁大喺同一個位置上邊，咁咧佢就會慢慢去令到佢嘅頸椎弧度增加。就會令到佢頸椎比較健康啲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脊骨神經科院心亞醫生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診所嘅 patient 其中一個、成功嘅案例。咁 patient 入到嚟嘅時候咧，佢係有頸椎嘅痛症啦，同埋手麻痹、手冇力嘅情況嘅。咁佢接受治療之前咧，我哋就同佢影咗一個 X 光片。咁佢你會見到佢嘅頸椎弧度咧係直咗嘅。咁頸椎嘅弧度得翻七度。咁接受咗治療之後，大概九個月嘅 iTrack 治療之後咧，我哋會見到 X 光前同 X 光後由七度去到三十五度呢一個弧度咧，就令到佢關節與關節之間嘅距離增加咗啦，同埋佢嘅弧度分布嘅壓力會比較平均一啲，咁令到佢嘅摩擦少咗，受壓亦都少咗，咁佢嘅痛症方面同埋麻痹亦都減少咗嘅。